大哥，我係黃 Sir。其實讀英文第一個單元咧係動詞，動詞真係好重要。舉個例 ，I go to school every day. I have breakfast in the morning. My son 一個仔 goes to school.Every day. 其實很簡單，三句句子裡面，一個句子的基本構成，你會留意到動詞是非常重要。這一句的 go， 這一句的 have， 這一句的 goes， 動詞。動詞受時間影響，動詞有分三類。第一類是 be， 第二類不是 be， go have goes 就不是 be 的動詞，不是 be 的動詞是最多。第三類動詞就是 modal verb， modal verb 即是 should must 那些。我的兒子要上學，我的兒子 my son should work hard， 他應該勤力讀書。 my son must study well， should 和 must就是一個 modal verb。 modal verb 是講緊啲語氣， must 即係一定要做， should 咧就應該做。應該做嘅，咁我個仔可以好懶嘅嘛。My son can be very lazy。佢亦都可以好勤噶嘛。My son can be very hardworking。Can 亦都係個第三類嘅動詞。好啦，咁我第二類、第三類講咗，咁第一類，第一類就係 is am I was were being 嗰啲 ，I am lazy， I am sexy， I am tall， is am I was were being 係第一類動詞，留意呢啲叫 be 嘅動詞，後邊咧通常咧都係跟一啲形容詞嘅嘢，形容詞即係的嘅嘢。我哋英文叫 adjective。今日要記嘅嘢係三類動詞，第二類、第三類最多。第一類通常係答形容詞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句句子。真係明嘅話，就要作句加翻名。今日係咁多，加油！